呀，点烟哈子，居然是点烟哈子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他学 W 那就没事了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길만알려줘你自己打吧，我得回上路了，兄弟。再不回打不了了，这线上先学个 E 啊，一级的哈子是很厉害的啊，而且他是点烟哈子，他不是普通的哈子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那你不补就拉倒呗。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你如果放弃你一级跟我对拼的机会，我说实话，兄弟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你来说。我决定直接回家。因为我觉得他有血瓶，我们没血瓶，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了。我决定直接回家。我跟他耗下去没啥意义，不跟他耗了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小亏三个近战兵。제압되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내가他的抠也太歪了
一换一血钻。喂，哎，哎好。哎，我过两天去你们营业厅上去问一去办一下吧。先不用了，好嘞。大招换大招，那蛤子就跟石头人似的，只不过他比石头人脆。我可吃你塔皮了。这样啊，你在线上待着，我去吃狗屎回来找你。咦，这口屎被人打了，挺烦人呐。回家了。他在哪拿的一个人头啊？我跟他换了，对，我跟他塔下换了，他没回家，他去打蛤蟆去了。蛤子这英雄真难打，难打吗？为啥难打呀？不难打呀，只是还好吧。我七十三个兵八级，他五这个兵七级，而且我吃他一个塔皮，还好，不难打。不难呐，还好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出来的难打，但是不难打。我打过这么多个蛤子，没有一个人能打出优势的。打了这么多，没有哪一个。打了挺长时间了都，这英雄上单挺多的现在。三项了，下路好像炸了。
제압되었습니다. 现在上线直接就找他打，他就只能跑。我们已经三项了。哎呀，什么小兵打炮车打这么痛？这波不着急啊。길만알려줘. 这皎月发挥的挺好的。好，这一波兵先推过去。 我能 Q 到他，他益不着我。现在，这个蜘蛛，据我的推断啊，这一波应该是在河蟹，啊，在中路。我们去蟹找他去。哇，漂亮！这蜘蛛死了，谁的峡谷先锋？我们来趟中路啊，这波来趟中路，先把蟹收了。 哎，往中路走，那个蛤子不知道在哪去了，给队友探个视野，让队友看见这个蛤子，吃个药来，我马上到，打不Q。 哇，这刀锋是不是也太骚了？别这么骚啊！别这么骚，太骚了，兄弟！皎月带飞呀，皎月确实玩的挺好的。 比对面蜘蛛，你看压了对面蜘蛛三级。现在我的装备是 Q 了，我才打不过。让他 Q 都可以，没关系。 我要 Q 你了，这应该是主意的吧？一 A 点连 Q 一下，这有点烦了啊！这怎么蜘蛛来了呢？这蜘蛛，可不的蜘蛛！哇，这一没一到。 这咋 Q 没 Q 动呢？哎，我们不要去多看他们啊，他们能打成什么样与我无关，我们主要是拆上塔，让他们去团去。 蜘蛛拿到我的人头了，我 water monkey 800块钱呢，这蜘蛛，这个E太烦了。
走，劫他们一波。跑了，跑了，继续。来把二塔拔了，他们拿条小龙，我们拔个二塔。看看有没有人管，没有人管，上高地。这没人有意义就不好杀了，刚才没有人跟我呀。打峡谷吧，刀锋下推，我们去上路守小花毛，在中我们家中塔没掉，对面可能是想中推啊。这个维恩装备不错，千万千万要把维恩杀了，杀完维恩杀那个泽拉斯，这两个人一定不能让他在团战之中活下来，知道吧？下一波团战我们有闪，他们必死，他是必死。等一下，好的。这里학살중입니다。길만알려줘。这波不要去中，我大没好。去中也不合适，去中也没意义，关键是。好，这回大好了再去中。这我都没在就打，属实是不应该啊。行，这回我们来中。这没法上，不上了。你干啥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地方没有眼儿看不见你呀、啊？在那里打炮跟我？快点打，蜘蛛要来了。来个人，没有人，来个人，我先能抓他们一手。哦，回家，装备不错，起飞。我就是大招吸地太慢了，70多秒一个，我们现在大招能50秒一个就好办了，那就可以无限团了。大招吸地太慢了，刀锋不敢带，刀锋不敢带，我敢带。刀锋不敢做的事儿我们来做，团队杀不了的人我们来杀。这个维恩必须得死，下一波皎月配合我把这维恩杀了。看看这里有没有针眼啊。来小子，你这里给个眼儿啊，卑鄙。嗯，卑鄙，怎么不给个眼儿呢？
这波团战只要赢下来，我们直接可以大龙。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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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着什么急？死没死北野？漂亮，开的漂亮，可以，我马上到，坚持住啊！马上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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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坚持住，兄弟们，给我坚持住，给我坚持住！操了！你俩有伤害吗？你俩有虚区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呐！不打了，溜了。全是闪现，玩个钉吧，也不等我。我的麦，等一会儿，着什么急呢？这么急吗？你们很急吗？哎哎哎哎哎哎，什么意思？快点去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四千血。哎呀我靠，往左边追，有 bug， 哎，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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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bug 了，靠，很烦啊。这维恩能杀不？没点他一下，这维恩。全死了。那路了也不点维恩呢，点一下好了，你给他换了也行啊。小龙两分钟，打个红去吧。他们可能在我们家红那个位置。哎，这大龙让人 rush 掉，确实有点难受。我不想给你兄弟，这个红我不想给他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用。他现在25分钟一件套的 EJ， 我不知道给他这红有什么用。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红 buff 对于他来说有什么用。
포착을 도저히 막을 수 없습니다. 这家伙这顿跑啊！ 有没有钉？不行，梅音满血来了。还是得出魔器。刀锋打梅音没打过。 我太容易让人风筝了，一顿风筝我，我一上去那瞎子给我踢飞，我一上去泽拉斯给我一了，我一上去妖精把我一了，我一上去蜘蛛把我一了，我操，我整个我一上去，然后还有个维恩，还能给我推飞，我的服了都，给我一顿风筝，我根本我就上不去，我上去一半给我踹飞了，贼难受，一人一个控制，五个人五个控制。 正面5v5，让我先来开。我开到维恩，交月跟个技能，维恩一死，游戏直接结束，别老跟他单带。你跟他单带，那维恩一会儿冲哥了，杀不了了。他们家保不了后排，对面是没办法保后排，只有这维恩死就完事儿。但是现在一直就是我没找到过这个维恩，他们老一直死，别死。 别死，快点来团战！老踹我呢，这维恩春哥了，打不过了。他只要春哥，我们家必打不过。 维恩呐，维恩没死掉啊！我也得要个春哥，他只要春哥了，我们也得要春哥。这个黑切不能除了，全给你点死！还追呀？没有没有小可爱吗？ 多少攻速啊！我得要个春哥，谁能把他春哥打的我？太他妈疼了，这根本打不死，这维恩像个爹一样，我操！ 打不死，GG。这把都能GG呀？哎呀，怎么会GG了呢，兄弟们呢？没有一波等我的，真的，每一波不知道谁开的都是，那开那么快干嘛呢？你说。